啊，起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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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静，杨磊，请坐。好，啊，咱各位来宾、各位学员哈，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欢喜呢，阁有即个机会呢，来到遮，啊，甲咱大家做有关台语文这方面的一个探讨哈。啊，咱接下来这节课呢，要讲的就是讲为即个五艺术的即个台文事件，啊，要来探讨讲即个文化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啊。啊，什么是五艺术的即个台文事件呢？唔知咱在座的各位朋友，唔知知影无？知影这个五艺术事件，咧抗议黄春明的这件代志啊，有诶，小举手一寡了解大概哈，吼、哦，有一寡朋友已经知影哈、哦。好，啊，咱一般呢，咱当然用这個来做一个开头啦，吼、哦，等、进前呢抗议黄春明，到底是啥物代志呢？过来，即甲咱台湾的语文有啥物款的关系？啊，咱会来做这个探讨哈。啊，这个什么是五艺术事件呢？啊，当然这是咱台文界甲这个名，讲五艺术的这个事件哈。啊，主要就是讲黄春明去演讲，伫台南演讲哈，啊，阮包括我啊，佮有几个朋友呢，去甲伊抗议哈。啊，当有个人讲啊，咱是为啥要甲抗议呢？啊，或者是讲有个朋友可能伫媒体顶头看会到。特别是一寡较中国的媒体呢，啊，比如讲联合报啦，还是讲其他的即个较我中国的媒体呢，因报道的拢讲哦，啊，张伟文呢，啊，足无品的呢，作为一个教授呢，竟然去遐带头讲演讲呢，啊，人还袂演讲就去讲抗议啊，啊，敢是安尼？哦，其实因遮的人吼，拢是非颠倒，啊，黑的讲白，白讲做黑的吼，是非不分吼，啊，咱即个会简单来。介绍讲，迄天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哈？啊，这是今年五月，这个文建会哈、啊，为着庆祝这个中华民国一百年啦，哦，爱着上康上胖呢，吼，爱着办一个叫做百年小说的研讨会哈、啊。啊，这个百年小说的研讨会目的是啥呢？啊，伊就讲哦，台湾这百年来这个小说的这个文学的发展就对啊啦。啊，伊用意是要创啥？意思要讲吼，啊，台湾的文学其实拢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啦。所以你也看，伊办这个研讨会吼，伊即有一个官方网站，你若出面去甲 Google 一个就找有啊吼。内底90%以上拢是哪，拢在台中国人。啥物叫做在台中国人？就讲伊个义工中啦、白先勇啦，即种人就对啊。哦，就是拢为中国来的啦。哦，啊，即、這个像即种的呢，占90%以上啦。爱甲经几下啊？在台湾出世的，譬如讲像黄春明这种的，吼、哦，啊，到底黄春明是台湾人，是中国人？这咱等下会来甲做一个分析，吼、哦。爱办这个研讨会，当然其实要宣传嘛，讲啊，台湾文学就是中国人来才创造的，咱台湾无啥文学啦，啊、哦，啊，然后伊就办三天，其中一天，最后一天是伫台南，而且国立台湾文学馆遐办理啦，吼、哦。啊，这个。伊请遮个作家呢，大家拢是来讲伊小说的创作，伊的经验啦，也是讲伊的啥物想法，安尼就对啊。咱咧讲伊的小说就对啊。独独就讲黄春明，伊演讲题目是啥？啊，咱无甲歪错伊哦。咱看这张相片现场翕的，背后迄就是个标题，叫做啥？台文书写与教育的商榷啦。伊要讲台语文啦，吼、哦。啊，这个黄春明是啥物人呢？啊、哦，咱简单做一个小概一下吼，伊算是一个小说家啦，今年70几岁啊，吼、哦、啊，当然伊的小说啊描写真侪咱台湾基层的这些小人物，吼、哦、啊过去是写了真好啦，吼、哦、啊伊基本上是一个小说家，啊伊对台语文的认识有了解是无？我的看法是真有限啦，吼、哦，其实伊对台语文，伊也毋是台语文的教育者，也毋是工作者。啊、哦，伊只不过是小说家尔吼、哦，所以这个研讨会邀请伊来讲这个台语文的书写的吼、哦，其实就真奇怪吼、哦。你若讲啊，这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只要讲你得爱找真正是台语文这方面的专家啊，啊，啊，其实伊是小说家咧，
啊，啊，伊太不爱讲伊小说的创作理念就好，太要讲台语文，所以其实伊一开始经济题目就是啥，要来共呛毒啊啦，要来共呛声啦，哦，伊就是不怀好意啊啦，伊就是来遮就是要共要来共共迄个呛毒就对啊咧，哦，啊尤其台南，佫是目前为止呢，算是咱全国台语文的作家上侪一大本尔，拢是台南的吼，哦，所以经济题目其实就是。有迄个啊，啊其实伊几若当前就捌嘛捌互抗议过啊，伫杨芬第台本人赢的时阵嘛是伫遐讲讲只五四三，嘛捌互抗议过。啊，咱等下来讲，伊到底是讲啥物内容，他也要互抗议吼。所以迄天呢，演讲是早起时9点开始。阮去，阮一群人去嘛是乖乖坐伫遐听呢，听半点外钟呢，是听甲袂动一啦吼，果不其然，只只好举牌来甲抗议。啊是安怎？要甲伊抗议呢？啊，哦，伊一演讲时就讲啊，我们中国人呐，啊，啊啊吼，啊，得安怎安怎呢？吼，啊，就讲迄当时呢，五月其实还袂过肉粽节的对啊，端午节还袂过，伊讲吼，你看啊，连年要过肉粽节来咧，吼，啊，台湾人嘛食肉粽，中国人嘛食肉粽，啊，咱拢同文同种的，伊用同文同种，我即无甲误会哦，即拢录音为证的哦，吼，伊讲啊同文同种啊，吼，啊，就底下开始批评啊，什么？啊，这几年咧无啥物本土化，搞什么一边一国啦，吼，哦，在底下批评了对啦，哦，啊，当然，这是言论自由的社会啦，吼，哦，你若有客观公正，你会当有你的论述，那么尊重伊咧。但是呢，伊就愈讲愈过分，拢用无实在、用扭曲的，然后去共口舌、去共侮辱的方式，啊，哦，伊就安怎来讲啊？这个方言，吼，哦。伊拢用方言啦，讲啊，即闽南语啦、客语啊，即种方言啦，哦，就用安尼甲你看轻啦吼。啊，伊就讲哦，啊，即闽南语啊，即都嘴讲尔咧，也无法度书写啊啦，哦，也无法度创作文学啊啦，哦，啊何必得教育，何必得书写啊？啊，所以你看伊个标题就是讲，台语文书写甲教育个商榷，意思讲卖啦，无需要迄啦。啊，若要吼，啊，咱就用中文写就好啊咧，哎。迄方言吼，啊，着踮厝讲，自然就传落啊，无需要教育啦。伊着讲吼，伊去高雄某一个学校参观的时阵，讲夭寿哦，啊，迄学校的行个情境布置吼，讲也有台语，也有客语啊，也有即个原住民的吼，遐侪种语言呢，啊，学生会造成伊个负担啦。哦，啊，拢啊着学华语就好啊，啊，你要讲方言，踮厝讲就好。伊着即种个想法啦呢。哦，啊，实在讲吼，伊讲个正实在。很多都不是事实，咱等下我来补充哦。台语会写字还袂写字？会咧。咱阁有比中国五四运动阁较早进前，咱着用白话台语来咧创作啊。咱等下介绍吼。啊，然后伊愈讲着愈过分啊呢，甚至阁共改名道姓，讲吼啊那些搞台语文的呢，啊，郑良伟啦、安伟人啦，吼啊变变迄台语文啊，阁用啥物汉德书写啦，不伦不类啦，伊着用不伦不类安尼诶。诶名，诶即个用词，迄个人骂就对啊啦吼。啊，咱当然，伊讲到这个时阵呢，哦，啊这吼，这遥控较远小可吼。这个时阵呢，伊伫遐记名道姓，就讲骂啊呢。当然，我着袂堪一下咧，哦，我着摕海报出来，我事先有炸海报啦吼。我着想讲哦，伊若真客观公正哦，啊用学术的角度来建设性的批评，咱拢会接受一嘛。哦，那安尼时，咱就袂甲控伊。结果唔是啦，伊就愈讲愈过分啦，讲啊，那是搞台语的，安怎安怎安怎。哦，啊，咱互各位听一下这个录音档啦，吼、哦。这呢，咱无甲冤枉吼，咱就听看伊是毋是真啊讲这啥不伦不类啦，吼、哦。啊，咱后壁哦，迄、那个哦，迄喇叭遐可能爱 OK 啊，吼，好，咱听看卖呢，吼、哦。这些搞台语的人呢，哎，一个是字母。郑良伟，没有关系，你没有录音，我就讲他的名字。一个叫洪伟人，啊，还在中央研究院当中处理。我的妈呀！那个郑良伟还把我的作品用他的汉罗啊拼在一起的文字呢，把它翻译过闽南语，我看不伦不类。啊、哦，你来看，规场拢在嬉笑谩骂啦，意思讲你那台湾人吼，啊，你用迄、那個。闽南语，你看伊嘛是叫闽南语呀、啊，哦，用这闽南语啦，用这客家语啦，用这母语书写不伦不类啦，
伊规场演讲的内容就是安尼啦，用嬉笑谩骂。我讲哦，你家己无要写，家己无才调写，无要紧，但是你要尊重人嘛。唔是啊，你家己要选择用中文，迄是你的代志。结果你人要选择用母语书写，共口说，啊，佮用迄种无实、无实在的话去共骗笑，哦，去共扭曲，哎，足不应该呢，哦，啊，所以这时我就甲叶白啊抗议的哈，啊，叶白我顶头用中文佮台语文两种。啊，书写哈，中文大家看我，我写讲台湾作家，啊，台湾作家不用台语文，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啊，啊下面是用台语罗马字甲写讲吼，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创作啦，啊，我着用双语甲这个抗议呢哈，啊为报纸啊某某报，讲啥物我拢敢用中文尔啦，啊讲我既然要讲抗议，啊为啥着搁用中文？其实我是双语拢有呢，啊为啥用中文？因为伊看无台语啊，伊家己伫演讲内底，伊家己嘛承认哦，伊看无台语哦。啊，所以我讲这研讨嘛最好笑的呢，叫一个看无台语的人讲要来讲台语的书写商榷啊。所以这表示呢，因这主办台本来就是有企图啊，要来偷渡的啦，要对这听众讲偷渡嘛。所以伊就本身就不怀好意，来这就是要讲呛渡的啊。哦，啊当然来到这时拄啊好来到台南吼。哦，互阮甲吐槽咧，啊吐槽了了，伊就袂堪一下，即个咱袂输讲，见笑当生气，伊个家规向突破，好，伊就足生气安尼，伊就安怎呢？哦，这是即、這个，哦，伊就冲落来啊，伊就单麦去吼，啊冲落来呢，有几啊届啦吼，过程几啊届，咱简单讲就是讲，伊就冲来甲骂啦，用北京话甲骂呢，哦，伊更毋是用台语甲骂，你看看五科不？不止科哦，我科比就好啊，真悲哀呢。只要讲伊是伊无语，只要讲伊也是台语的人呢。伊即卖已经吼、哦，甲家己内化，内化甲华语变成伊无语啊。闽南拢用北京话呢，哦，啊然后衫就脱掉，然后要甲他拍了对啊，冲来要甲他拍呢。伊也无想讲，伊七十几岁呢，啊我四十岁尔呢，啊若要拍敢拍会输伊，吼、哦，诶，啊当然咱是讲，我今仔袂来甲他拍，来甲他拍我就过啊，哦，诶。啊，所以是来作喊的呢。啊，然后伊就叫吼，啊，这叫呢，啊，咱嘛甲录音吼，咱来听看卖咧，看我有甲冤枉啊，无冤枉啦吼。媒体拢唔敢讲啦，联合报、中国时报拢唔敢讲伊两叫的代志啊。哦，你也看以前迄、那個、大话新闻郑鸿仪啊，用台语骂一个三字经尔，好，就去用批甲要求，讲台公开道歉。结果黄春明用五字经拢无要紧啦，吼、哦，啊，咱听看卖，看是不是真正共叫吼。啊，咱请各位先包含一下，咱是追求真相吼，啊，所以咱这个稍包含一下，听看卖咧吼。非常大声吼，这我无甲放大，原因就是遮大声。所以吼、哦，你看，虽然老猛老吼，丹田阁真有力，骂人个时丹田拢做有力嘞，吼、哦，你看用叫个时拢做有力嘞，啊，所以我若控爷穿这是伊个工作人员吼，穿红衫红衫军嘞，就来伫遐要甲咱抢。唱海报啊！吼、哦，啊，这呢，有的人会讲吼、哦，啊，是安怎？哦，啊，我那也不爱等伊演讲煞，吼、哦，要甲问问题，有意见则表达就好啊。各位啊，伊迄无准备互问的时间呐，伊演讲就演讲煞尔啦，演讲煞人就走啊啦，哦、啊，过来吼、哦。我伫遐嘛做风度，我听讲半点外钟啊呢，是规巴肚血拢忍来忍掉的呢。唔是讲媒体报讲啥物，我一时就甲伊抗议，无影啦。无一时要哪共抗议，人都也无讲啥，你要哪共抗议？是伊伫遐讲一挂五四三，佮甚至记名都是共批评呢。即、這个时阵我夜排啊，我嘛无甲抢麦克呢，我嘛无发声甲阻碍呢。敢若夜排安尼尔，伊就袂堪一下啦。哦，足无风度的呢。哦，啊即。这种情形就亲像讲吼，咱看到有一个人，吼、哦，要踮你啉的水内底，甲你藏塑化剂，啊，要甲你藏起因子，要甲你投毒，你是要随甲制止，还是讲吼，等你啉迄有毒的水吼，啉了呢，啊，就送病急救吼，啊，甚至不是行动翘起了呢，才去报警讲啊，伊真正甲你投毒啊，啊，伊个现行犯呢，顶个现行犯当然啊嘛现实，随甲制止，那迄条讲。啊，等伊拢投毒投了，啊，听着拢互毒了啊，再来控制，伊是变哪控制都无效啊咧。而且伊记名道姓，讲安徽人啊，郑良伟，
人嘛无在场啊，爱当甲反驳啊无，嘛无当甲反驳啊，啊，啊好死毋是，伊讲迄两个人拄好甲我拢足熟个啊，伊讲迄内底着足侪破破，伊拢停留伫二三十当前呢。黄春明啊，伊拄则嘛讲着讲即个，哎，洪伟仁，佮只共笑讲，还在中央研究院当助理吼，佮讲迄个讲足轻视讲啊助理，诶，人安慰人已经，即摆已经做甲教授。台中教大学台语系系主任、创系系主任的教授，而且人今年已经教授退休啊！啊、哦，伊迄二十当前，迄当时因为过去安徽人捌因为即个政治犯捌互国民党抓去关过、哦、所以无法度遐早摕到博士学位，是因为安尼，所以迄段期间伫中央研究院去做助理，啊，停留伫二三十当前的代志啊咧，哦。所以表示伊即二十当来拢安怎无进步啦，拢无 update 啦。我你要批评人，你嘛爱做寡功课哦。譬如讲，我要批评的，我事先拢嘛家己资料拢调出来查看卖，拢嘛知伊底细，毋则敢甲批评哦。哎，唔做功课，搁伫遐用二十当前的旧的资料咧甲骗死，是啊，足不应该呢哦。所以对整个台语文的态度就是安尼啊，哦，无了解呢，啊，搁个。加做外行啊，加做内行啊，用伊个小说家要来暗号，敢袂是讲伊对台语文是外专家，其实无影咧。啊，上可恶的是，即、這个承办单位文讯杂志社、文讯杂志社，即、這、吼、個、国民党较早是国民党外围的团，即个文艺组织啦吼。因安怎呢？即、這个研讨会伊有一个网页吼、哦，有一个网站呢。啊，即网站内底呢？哦，你也看，伊来篡改题目啊，篡改标题。古只咱相片嘛看，明明伊是咧讲台语文的，伊即摆甲你改做啥呢？伊甲你改做，请读一页小说啊、哦。你看伊只哈，专题演讲，请读一页小说，主持人李瑞腾、黄春明主讲。为啥伊要篡改？因为伊用对话放消息讲哦，啊，人黄春明是咧讲伊小说理念啦，啊，张伟文哦，哦，无风多一来就讲。带人来甲抗议啦！哎、欸，你看这个白贼话，哪讲会出来呢？足夭寿呢！啊，这网站我就发现，我随甲翕相起来，随甲立委讲，立委迄个质询尔，伊就随改过啊。伊讲无啦，迄阮藏唔到伊啦，看有人安尼呢，藏唔到伊讲安尼哦，啊，别个拢卖唔到，就干这张唔到哦。立委迄个质询了才改过来，讲啊无啦，迄因藏唔到伊啦。你看因这人，因迄自古外月前。研讨会办的个话就，因宣传就拢是个标题啊，拢讲台语文啊，竟然敢安尼作假呢？啊，啊，过来，啊，伊个网站呢，伊嘛有现实、详细的即个转播，啊，你现场会当网络听到伊个演讲哦，啊，啊，活动结束了嘛，可以当随时去个网站去遐点看，你啊点落就当看着啊。结果呢，你啊看，咱逐场拢各有滴个，剩倒一场无。独独在讲黄春明这场呢，伊当然拢甲删除，唔敢公布出来。为啥伊那唔敢公开迄间演讲的内容？那只要讲的拢一对，啊，怎会拢唔对的时阵，啊，你啊公布出来嘛，哦，大家人知影真相嘛，是安怎伊甲当然都提掉，唔敢放看，拢空的啊，撤掉啊，无啊，到甲今仔日嘛，还阁唔敢公布，啊，立委嘛甲质询，讲恁是安怎那唔敢公布？啊、哦！立委要甲提档啊，唔交就是唔交。讲无啦，啊对吼，黄春明无授权啦，所以阮袂使违反著作权吼，袂使甲公布啦。足可恶嘞！各位啊，拄只放的录音带，你有听到无？黄春明迄天伊家己嘛知影有录影，伊讲我知道你们有在录影，没有关系。伊家己就讲没有关系啊，伊骂人诶，伊家己嘛承认讲没有关系啊。结果先办了迄个文讯杂志社。唔敢甲公布，到即嘛是阁唔退出来，就是唔退出来。啊，看恶起来无？啊，安遮人就是安尼咧。哦，啊，过来咧，咱个抗议即个黄春明了咧，哦，啊，报纸报甲真大，哦，啊，即个时阵咧，报纸嘛去采访陈鸿明啦，哦，啊，陈鸿明伊是目前的即个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哦。啊，这陈鸿明呢，这变色龙吼、哦，过去捌做过民进党的文宣部啦，啊，但是这几年吼、哦，自从阿扁啊后来落水了呢，伊就好切较足利个啊，
哦，伊即马拢规个，我对国民党迄边哦，互马英九收头壳个咧，哦，啊，伊只着甲访问，针对即件代志着甲访问个，啊，伊嘛是伫遐批评啦，哦，啊咧，伊讲个内容有啥几点？第一点伊讲，台语头算文学，台语也无文学个啦，啊，即母语是要哪写？母语头算文学，啊，台湾文学拢嘛用中文个，拢嘛汉文个，伊着安尼会扭曲着对啊，过来伊着讲哦。这种台语霸权啦，伊政委们这也拢刷文主义啦，这就是台语族群要欺负客家族群，要欺负原住民的。奇怪呢，咱是要争取母语，台湾母语，包括原住民，包括客家，包括台语，所有的本土语言的族群，咱拢会要求伊的教育权，伊的母语的书写权呢。结果伊就刁工要甲人教相加呢，讲哦，这就是客，台语族群在欺负客家甲原住民，啊，伊拢无要讲哦，啊伊。华语霸权，华语要来吃台湾本土语言，拢唔讲咧，拢甲咧歪扯对安尼去啦。哦，啊，过来讲啥物？哎，这窄化台湾文化，意思讲吼，咱这拢心胸成恶啦。恁来接受华语，安着较快。哦，台湾人心胸来较快啦。哦，啊，过来讲吼，啊，恁啊，哦，台语族群讲台语，客家族群讲客语，安尼都无法度沟通啊咧。哦，都失去沟通的平台啦。哦，伊差不多只个论调就对啦，哦，啊真嗨呢，哦，啊这个单方面呢，过去有一段时间表现较足本土迄段时间呢，伊捌批评过这个义工中啊，啊义工中以上呢，义工中基本上是一个中国人啦，伊差不多读中二的时阵哦，较因为战乱的关系，较刷来咱台湾，哦，啊尾啊，因为这个。中国国民党因的这个，包括联合一直拢在破义工中就对啊，所以变成敢若袂输，变成即摆台湾作家的大名士就对啊啦，敢若袂输安尼吼。啊，过去呢，单方面呢有一段时间批评义工中啦，批评安怎？批评义工中无认同本土啦，无认同台湾啦，我甲批到足重的就对咧。结果呢，即届自从我抗议出面了呢，因这人现形出来，安怎现形呢？即、这个当初是和单方面控甲批判的即个义工中呢，结果呢，伫2008年的时阵呢，单方面呢透过政代呢颁发一个英语的文学博士和即个义工中呢，啊，这相片就是义工中去政代啊接受颁发即个英语的文学博士的相片，啊，你看有讽刺啊不？啊，佮补充义工中呢。当初是1977年，哦，差不多30几年前的时阵呢，伊刚刚伫即个联合报的副刊发表一篇叫做《人来的野狼来啊》的文章啦，吼，哦，啊，伊的论点就是讲吼，哦，即卖台湾足侪作家呢，拢伫遐写咧，哦，即个做工啊人啦，做事人啦，哦，即下界层的人的声音呢，伊的生活的困苦呢，讲咯，即拢是工农兵文学。讲哦，这拢是共产党诶，哦，这拢爱掠起关，哦，当初时是爱四界共治无啊，就对啊。啊，迄当时拢讲啊，台湾头有啥文学，啊，台湾也无啥文学啊，偏向台湾文学诶人。结果即卖咧，2008年，讲咧甲单方面诶两个人结交啦，哦，啊互相利用啦，哦，单方面颁发文学博士互伊，啊伊也来接受台湾文学诶文学博士啦，足未见笑咧。我讲因这个人吼，我讲今仔你若是中国文学所的人，颁发英语博士予你，哦，啊正当嘛，你是中国人嘛，哦，欸，竟然是台湾文学所的人，啊颁发英语的文学博士予伊公中，因即卖就是啥呐，要抢解说权，意思是讲吼，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啦，啊，哦，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啦，啊，哦，因即卖就要用抢这个解说权啦，哦，啊，所以呢。迄当时黄秋明来，哦，我来去甲抗议，大概的原因吼，哦，就是安尼吼，这是针对抗议的这个事件的过程呢。啊，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小解吼。过，哦，来呢，针对这个，咱讲黄秋明因遮呢，咱讲未扑假扑啊，根本对台语文都外行的人呢，哦，啊，伫遐骗笑台语文，哦。啊，事实上呢，台语有书写历史啊无？台语有文学啊无？咱正要提出证明讲有啦，唔是无啦。啊，甚至咱的
白话文学、白话文学是比中国更加早的呢。啊、哦，咱即卖来看吼、哦，那论真讲更加早是伫十七世纪的时阵，原迄阵的平埔族啊，希腊雅的语言，伊就翻译圣经啊，马太福音啦啊、哦。啊，圣经呢，伫全世界基本上拢是甲当作文学的一种啊、哦。所以呢，上论真讲早前的即个上早的为平埔族就开始有啊。啊，当然较可惜，伊即个语言许断正去啊。哦所以这部咱就点一下就好。啊，那过来到较近，个人伫使用的是啥？咱台语的部分啊、哦，台语的书写会当用汉字，啊，嘛会当用罗马字啊、哦。譬如像这是歌词的写法啊、哦，是这个过去呢用歌词的方式来书写啊、哦，叫做《火神榜》啊，《大战歌》啊、哦，啊，这规个用汉字书写啊、哦。啊，除了用汉字书写之外呢，嘛用。罗马字书写，啊，用罗马字书写，像讲咱今仔看的这是啥？台湾府城教会报，1885年出版的，咱台湾上早的民间家己办的这个报纸，啊，1885年，啊，台湾府城教会报，规个拢是用台语罗马字书写，啊，拢白话用，哦，啊，这内底呢，伊这报纸内底呢，内容真济啦，啊，有人讲啊，是毋拢讲甲宗教关系？哦、一部分跟宗教关系，一部分是跟社会事件、新闻事件嘛有关系，啊，话跟文学嘛有关系。啊，咱即摆举一个例，哦，像讲这个，1886年呢，有一篇小说叫做《日本的怪事》哈、哦，日本的怪代志啦，哈、哦，1886年，啊，这篇小说呢，伊是描写啥？伊咧讲吼，有一个人呢去客店啦。啊！伊客店过暝呢，哦，啊，伊就交代这个客店的这个头家，甲讲吼，啊，我明仔载爱起床哦，你甲 morning call 一下哦。啊，这个头家就应好呢。啊，过当天早起呢，啊，这个头家就要甲 morning call 啊咧。啊，咱知影过去一百当前都也无电话咧，哦，你无法度情况只卖用电话卡台当 morning call， 过去拢爱用弄门的吼、哦，所以头家就要甲弄门咧。啊，当去要甲弄门的时阵呢，因为位窗仔边吼影入面呢，诶。啊，这个人家在睏，还有盖被，啊，这棉被呢，然后吐一个狐狸的尾流出来，伊就想，哎，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啊？他有狐狸的尾流，吼、哦，不过呢，伊要是讲提出个勇气，就哭哭弄门去边嘞，啊，弄门去边了呢，伊就皮皮出嘛，啊，皮皮出，这个人家看到头家皮皮出问，啊，无你是安怎吼？啊，这个头家本来无啥敢讲，啊，尾啊呢，要是提出勇气，就讲吼，啊，到我拄来要去边时阵吼。哦看到你有狐狸的尾流啦，啊，你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哦，啊，这人家看到讲啊，事机败露啊，哦，既然这秘密互你知啊，无老实甲你讲啦，讲无唔得，我就是山顶来狐狸精。啊，这个呢，来遮入城是有要紧的代志要办理哈，安、哦、尼啦，我这秘密既然互你知啊，无你安尼帮我保守一下秘密一下，啊，你若帮我保守秘密呢，我会甲你报答，啊，要哪报答？对吼。哦你若摕10元呢，去庙里挑门香的箱啊，顶头甲囥的呢，过当天互你变20元啊。啊，你若囥20元，过当天互你变40元，加倍来行你就对啊。啊，这个头家本来想讲，哪有这好康的代志哦？不哩过呢，伊也想讲啊，蒙起嘛，反正也无白害咧，所以就摕银10元呢，去庙里挑门香的箱啊，甲囥呢，过当天去变偌济，20元，无唔对。住迄20元搁坑呢？哎，过当天是变偌济？变40。哦，伊想啊，冒死啊咧！哦，即声会要好个啊咧！伊想安尼啦，坑较济好啊啦吼！10元20成万啊，无来坑只1000元者，所以来坑1000元。过当天是变偌济？嘿，种奇怪，阿太无去，种奇怪咧，无去坑一届，去坑1000元咧。过当天是搁是安怎？嘛是无去。尾啊，伊只轰然大悟啦，伊拄着变神啊啦，迄诈骗集团啊，根本就毋是啥物狐狸精，伊是用迄个放灯线钓大鱼，哦，迄个变神啊变去啊啦。所以你啊看，这百外当前咧，咱的祖先就甲咱交代，哦，用这白话小说甲咱讲，咱毋通成小贪啦，小贪的两家人，哦，啊，结果咱台湾啊嘛是够戆戆咧，即摆常常去用骗钱，啊无骗选票，哦。你话百外当来，伊拢无改进嘞，啊！
啊，你看这当时的小说，1886年啦，啊，1886年呢，啊，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1919年呢。中国伫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拢是用啥文言文去书写呢？是到甲乌色因遮人发起五四运动以后，因的作家、因的遐文人，才开始有觉悟，要用白话来书写中文啦。所以伫1919年以前，因拢搁伫遐自负作业呢。伫迄个年代，咱台湾就安怎？就比较进步，咱就用白话文啊呢。咱全部拢用白话来去书写，来去创作，来办刊物，啊、哦，来出版，啊、哦。啊，过来！1915年，台语版的《灰姑娘》，各位，我想《灰姑娘》一定真侪人拢捌听过啊。啊，台语版的捌看过无？可能无几个人捌看过啊。但是咱这伫将近100年前，咱就有安尼台语版的《灰姑娘》，表示啥？中国嗰啲自负责任是咱的台湾的文学的创作，就已经甲世界接做伙安尼。伫欧洲甲翻译这灰姑娘来，哦，真侪啦，哦，啊，佫有啥物，狮甲鸟鼠的故事啦，乌鸦啦，啊是讲啥物狗啊甲鹰的故事啦，迄真侪咱细汉读过，其实100年前就拢有啊，啊、哦，中国嗰啲自负主义，咱就用白话，甲欧洲因遐囡仔故事，吼、哦，啊是讲伊十五言遐故事，就甲翻译做台语的啊咧，所以咱台湾的新文学、白话文学发展。一开始是甲欧洲接做伙呢，结果呢，单方面因遮个人，甚至正侪台湾文学界个人，拢安怎？拢用中国观点讲吼，台湾个新文学拢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个影响，就学袂来呢。咱是一开始就甲世界接做伙啊呢，结果因拢甲你拖牵拖牵拖讲哦，咱呢拢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个影响个，啊、哦、啊，政府拢是遮呢，啊佫正侪。哦，即阮即摆当咧编一套选集，一套五册，有定年底就会出来啊。哦，由即个台湾文学馆来出版出来，就是讲特别1920年代以前，啊、哦，台湾遐用白话，特别是白话之家所写遐文章、遐文学作品的，拢甲捡出来，一套五本，连面就出来啊。哦，到时有趣味，各位当家去买来看啊。过、哦、来，想讲咱的作家。啊，出陈启盼，伊嘛规本的小说来册，1926年规本的长篇的小说啊，啊，也是讲这个十项关键文化论说的册啊，蔡培慧所写的十项关键，这嘛拢有啊，啊，1925年所出版的啊，像这啊，伊规个拢是白话字来书写啊，啊，过来医学的课本嘛有呢，1917年啊，内外科看护学。规个拢是用罗马字书写，台语的白话书写，啊，佮附即个英文的原文啊。佮来数学课本，1897年百外当前的数学课本，各位捌看过无？你啊看，中国佮伫遐自负作业，咱都已经用白话伫遐算伫教数学个呢。你看咱早前的教育是偌先进倒去啊，结果咱拢毋知啊。啊，过来，咱拄则讲的，迄拢是早前，差100年前的。有的人讲，哇、啊，好啦，恁100年前足厉害的。啊，即嘛是够有人在用无？有啊，嘛是够在用啊。虽然讲过去咱的教育拢是啥，拢是大中国的教育，拢是反台湾的，无要予咱认捌咱家己的历史。啊，总是呢，嘛是够有人继续在坚持用咱台湾人的母语，啊，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语也好，用这来的创作。啊，譬如讲。当代还有的母语文学的杂志，像讲《台文通信》啦，《台文网报》啦，啊、哦，啊是讲《海岸台语文学杂志》，啊，啊是讲《台文正线》，啊，啊是讲《首都时报》，啊，这拢是台语文的刊物，用台语来出版，用台语来创作的刊物。啊，再来客语的有无？学番嘛有呢，啊，讲学番嘛做得，啊，伊讲客台语专刊，啊是讲文学客家。啊，特别是这几年佫新办的这个文学客家杂志，嘛拢非常好啊，啊、哦，啊，所以为什么咱台湾人唔知道这个历史？因为咱过去咱的教育观去用北斜去嘛，所以咱对这拢无了解啊，啊、哦，造成咱拢是母语的文盲啊，啊、哦，包括我以前嘛是呢，我伫大学啊，无、哦、这个台语社以前呢，
我对这台语要啥嘛拢唔知啊，我嘛想讲啊，台语就会当讲尔，也袂当写啊，啊，迄是二十外当前我的想法咧。唔过当当阮母台语了咧，开始聊咧研究去找这资料，发哦，唔是呢，历史唔是安尼呢，咱是用斩掉，咱历史是用剥削掉伊呢，然后去用拆掉伊咧，所以咱对家己的历史无了解啊，啊，所以。这个越南有一个历史学家哈，陈仲金啦哈，伊讲一段话啦哈，这段话呢，拄好甲咱台湾目前的现况非常共。咱知影越南过去呢，嘛捌互这个中国统治过哈。啊，这个中国统治越南迄段历史是安怎？这陈仲金就讲哦，唔管大人囡仔啦。去读册拢敢学中国史啦，无要学本国史啦。啊，写诗、写赋、写文章嘛，拢爱根据中国的古典啦。啊、哦，啊，对本国的代志拢唔敢提起啦。啊、哦，啊，咱国的人把家己历史当作无重要啦，认为讲吼啊，知影遐无路用啦。哦，为什么是安尼？因为咱自古以来无家己的国文啦。啊、哦，伊这段话呢，拄啊好，甲咱台湾目前的历史。足共款的，目前的情景拢共款的。你看，咱以前去读册的时阵，咱对台湾的历史、地理、台湾语文字捌有偌济，非常少啦。譬如讲，像我细汉的时阵，读中二的时阵，嘛还拢教科书拢毋捌写过奇奇八的代志呢，完全拢毋知影。所以这就是安怎，因咱的教育观念剥削掉去啊，啊，就是像讲咱台湾母语的教育关系，互剥削到偌严重，我有甲做一个统计啦，吼、哦，为小学甲大学啦，平均一礼拜，你有偌济课是学华语，偌济课是学英语，啊，偌济课是你学本土的语文啦，我甲统计起来，平均是安尼啦。华语呢，国小甲大学合起来才十七节至二啊四节啦，还有春秋，因为表示为学校伊会当调整。加一两节，减一两节，安尼吼。华语就是北京话啦，吼，北京话平均一礼拜十七至二十四节啦。到我大学才学哦，你像升大以后要求哦，大一还佫有四个学分的国文哦。啊，伊的国文敢会当记北京文尔哦。我会甲校抗议，我讲，啊，我台语嘛国文啊，啊，我客语嘛国文啊，我要用我来教台语来堵这个国文会使无？伊甲讲袂使嘞，而且佫足恶质来讲哦，迄个爱中文的开卡会使。哦，足可恶呢！因遮个人拢是用体制来伫维护中文的既得利益呢。哦，是安怎？我台文系，我要教台语来拄国文袂使。哦，看因遮人话恶一多。啊，过来，咱讲英语呢，上无一礼拜就平均过十二节至十六节啦。英语嘛，佮平均七一礼拜十几节。啊，咱本土语文偌济？一节几分钟？四十分钟，集中伫小学个尔啦。小学过就无啊，啊小学阁是吼，迄课定定互人安那，上课时间定定互人提少用其他的做其他的用途啦，安尼啦，你也看，华北京话甲台湾母语的比较，平均差不多20:1啊，等于讲吼，咱咧北京话呢，逐工都照三顿食白费，食好粗饱啦，啊阁有宵夜点心通好食呢，哦，食甲胀甲呢。一个巴肚汤啊，足大个呢。结果呢，咱本土的基本是安怎？一礼拜才食一顿尔啦。哦，安尼你会枵死也袂枵死？当然嘛，阮死个。哦，结果咱即摆台湾就是安尼呢。啊，咱6月13去教育部，甲抗议要求爱兴咱台湾基本的教育观。咱要求小学爱增加时数，甚至中学、高中、甲大学嘛拢爱比较华语、比较英语。还有本土的语文啊，结果伊甲你讲吼，哈，还无大，还排袂落，迄增加学生的负担。结果呢，过当讲，伊随宣布啥呢？讲吼，高中迄、那个四书五经哦，中华文化教材呢，爱修四学分呐、啊，必选呐、啊。明明就必修，爱甲你加好说，讲吼必选、啊，一定爱选呐、啊，四个学分呐、啊，而且爱分四个学期来选哦。意思你爱读两档哦，你也看，那伊无的拢要随甲你硬拗办嘛，要甲你加落来啦。啊，那咱要要求的呢，伊拢无爱啦。
看恶疾也无恶疾，这种违反世界的潮流呢。咱用咱隔壁厝边马来西亚做例啦，我这学期拄啊有一门课有马来西亚的学生来修我的课哦。马来西亚遐个华人哦，差不多20%啦，占伊马来西亚人口差20%哦，差不多拢总差500,000-600,000的这个华人哦。啊，马来西亚伊个官方语言甲伊个国语啥呢？马来语嘛哦，马来话是伊个官方语言哦。但是呢，因英文伫小学会当有啥？会当哦，纯华语的小学，就是你规个小学拢甲教华语尔，伊英文伫存在。所以马来西亚偌济华语小学，你知道？1,300间啦，我听一个惊一跳啦。因500,000的人口尔哦，500,000的华人的人口。会当有1,300几间的纯华语的小学呢？迄个是伫无共种族差别差遐济，马来人甲华人差足济的状况之下，人马来人会当用阮伊纯华语的小学。结果咱呢，国民党口口声声讲咱是同胞，结果敢有影？无咧，敢若袂输你对待敌人同款呢？比对待敌人较严重呢？含用阮咱识。台语也好，客语也好，个小学完全拢无。台湾敢有台语小学，敢有客语小学，啊，敢有原住民小学，拢无啦。一礼拜干呐，互咱一阵尔，讲安尼已经对咱足好啊嘞，足可恶个嘞。啊，过来，这部分哦，咱时间有限，咱先讲这个，拄只讲着单方面哦。伊讲哦，讲我这是台语霸权呐，啊，伊呢是较多元啦。啊，我真奇怪呢，咱这那是台语的霸权，吼、哦。今仔你啊讲吼，规个教育、规个媒体拢是用台语的，吼、哦。安尼咱表示咱已经作用作迄落咧。其实唔是呢，咱这卖台语也好，客语也好，这本土语言情形是安怎？就敢那袂输讲，一个人伫路边咧行路，啊，伊拄着土匪吼，啊，这土匪牙刀牙枪呢，要甲你抢劫来，甲你拍，甲你。用刀把你刣到规身躯伤，啊！你是忍耐迄个疼痛，然后忍耐迄个伤嘴会疼咧，啊！甲剩一下脆皮尔，甲反抗咧。结果伊来讲吼，咱使用武力啦，讲咱爱来甲迄个匪徒吼，讲甲爱甲迄土匪呢，爱甲毁尸类啦。咁对咧，咱50-60年来受到这個国语政策的影响，本土语言强要死去啊！咱是要要求基本的教育权尔，讲咱安尼是霸权。结果伊正大大分数是安怎？咱正来个检验，啊，咱用实际数字来个看，伊正大大分数偌恶真呢？讲台湾文学数啦，结果呢，你也看个课程，无半节甲台湾语文有关系啦，啊，过来呢，伊个入学课你也看，看恶是无？硕士班的入学课，伊考啥？考国文、英文，啊，其中过一科中国文学史啦，伊考5科，欸你咧考台湾文学所，讲着爱去考中国文学史啦，爱去考国文，就是北京文啦。我真暗咧，吼、哦，真正咧，敢若袂输讲吼，你去考英语，你考英文所吼，讲你爱去考中文，爱去考中国文学史啦。奇怪啊，英文所甲中国文学史是搁有啥物关系？啥物关系？吼、哦，表示伊个心态啥？伊认为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个一部分嘛。啊、哦，过来你也看，伊个毕业语文的要求，啊、哦，即卖真侪下属拢要求讲，你毕业进前呢，你个语文爱要求，伊要求啥？第一英文，好，你讲为着国际化，好，要求英文无要紧。过来伊个要求啥？第二个外语，就是讲哦，英语以外，你还佫一个外语，要日语也好，啊、哦，还是西班牙话，还是法语也好，独独你都袂当经本国语文，台语、客语拢袂使。哎、欸，这大文数呢？大文数，但咱袂说讲你去读英文系吼，你要毕业吼，讲要考你的日文呐，啊，英文袂使，无要甲你考。啊，结果一个英文数的毕业，讲伊英文袂晓讲啦，讲拢讲日文尔啦，安尼敢对？爱讲哦，爱看英国文学书，拢看啦，莎士比亚，讲拢看翻译个啦，拢用中文翻译个啦，讲安尼就英文数毕业啦，了然啦。啊，这就是大文数的病态啊！所以这些人是啥？拢去遮官庙讲呢？哦，拢在抢迄个解说权呢？
哦，啊，这个陈鸿明啦，伊讲安尼，因较多元，啊，敢有影多元？啊，看看伊在拢华语说嘛，啊，这个说甲中国无人说有啥无共？哦，咱唔是讲咧偏向中国无人说，咱嘛唔是咧轻视伊呢，这是专业的训练的分工合作嘛。啊，你啊中文的训练，你得去中文说嘛。啊，你台语文本土语文训练，你得爱点台文说嘛。啊，英文的训练点英文说，这是基本的专业分工嘛。结果即卖唔是啊，乌猪仔食过河啦，哦，台文所煞拢变成中文系一个附庸啦，敢若伊个下骹手人诶，拢咧替伊训练，啊，这是啥？因遮拢咧食资源诶啦。当初是杜正成进来，因鼓励大家识台湾文学所嘛，啊，因着去识啊，识识诶，拢安那，拢叫中文系人来占位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后界台湾若有机会摕到政权，恢复咱台湾人家己主政的时阵，遮拢爱清算啊，遮假牌大文书拢爱重新来整理啦，无这真啊足害呢，食一个名讲拢大文书，所以你也看即卖公开伫报纸媒体顶头反对用台湾母语书写，拢是啥物事？拢大文书的，中文系人拢无意见，拢唔敢有意见，因为伊知影伊若出来讲，人会讲啊你咧中文系咧欺负大文系。结果拢是台湾的这种假牌单方面这的人，拢是安尼。啊，这一般外界都唔知影哦，拢想讲啊，台湾的哦，即卖全台湾二三十间大学拢台湾的，啊，台语文拢出头啊，无影啦。即卖咧拢安尼，拢这的人霸占掉的。啊，过来，咱讲这个目前哈，资源分配无公平啊，啊，这嘛是外来政权一调工。调工，让你资源无公平吼，啊，让你族群分化，要分化咱台湾人，啊，要让你人教相加。像讲吼，咱即卖有这个原住民族的委员会，嘛有客家族群的委员会，啊，这非常好，啊，咱嘛甲支持吼，原住民客家伊的语言、伊的文化，应该需要保护，啊，咱嘛爱甲发展啊。但是呢，一讲台语的，这煞拢无咧，咱煞拢夹的中央啦。即卖规个教育体制、规个民体拢是华语的，拢北京话咧。啊，啊！你原住民一档有，我看去年有72.5亿啦，72.5亿啦。啊，客家委员会偌济，有27亿啦。我有做这个表出来吼、啊，你看迄个比例就看得出来吼、啊。客家嘛有七，拢嘛有27亿吼、啊。啊，外配基金，啊，就是遐新移民，即十外档来有真侪东南亚过来咱遮个新的。诶，即个新移民吼，因一单阁有3亿个基金哦。啊，讲台语个即个族群呢，一单2000万，所以我图画出来吼，平看拢无。你有这图表，你就看会出来。咱一单2000万，伫教育部国语会内底2000万尔。啊，这2000万吼，当时甲你删除你唔知哦。伫2009年迄当时，洪秀条就甲其中个即个台语认证有算甲删除掉去啊。所以你啊看。讲台语的人70%几的人口呢，结果呢，所拢上无资源的。所以你也看，像以这个认证来讲就好啊。咱原住民语的认证、客家语的认证，几若当前人拢做啊，甚至阁会当有奖金。你也看人，你若学生去报名客语认证免钱哦，啊，你若考到中高级，阁有10,000块的奖金通领。啊，咱台语呢，一直到去年才开始开班，啊，爱钱无爱，啊。你来家己去买教材，有诶无诶啦，吼、哦！啊，你考好考歹拢无奖励啦，也无奖金啦，吼、哦！啊，所以即相对啊，过来你像讲人客家有客家电视台，原住民电视台，种真好啊，伊会当推广客家，推广原住民，即非常好。但是咱台语诶部分呢，煞当变成虽然是多数，但是咱是变成伫体制内底诶弱势啦。啊，即就是外来政权伊要甲你人教相加，要甲你分化。你若讲哦，啊你无重视本土，有啦，另外人原住民人客家我拢可以啊。遮个人开拢无，分无平，咱是比遐个越南新就较不如，恁知毋知？人遮新移民一单阁有3亿呢，外配资金拢总30亿，分10单，每单3亿个基金，咱是含因阁较不如呢。所以咱即卖做台语个，你要申请经费，请个钱比外配资金请个钱阁较少呢。人外聘你若讲要学华语吼，随免费拢会当来上咧。啊，咱讲台语的族群，你要学台语哦，你家己出钱啦。
变这个情形啊，足无公平哦。好，啊当然，咱这是要各位了解，讲迄资源分配会无公平。当然，客家原住民啊，咱爱甲支持，咱唔是讲得爱甲删除，是咱台语部分嘛应该爱受到照顾。哦，你讲咱唔免请原住民遐尼济无要紧，上无咱比较客家去啊七亿，甚至卖讲遐济啦，咱都伊个南山的七亿就好啊，七亿得当做偌济工课安尼。啊、哦，像客家原一、這个进前前几年，教育部阁编偌济呢？编8000万，分四档要予编客语的教材。各位啊，一个客语教材编8000万，迄当做甲偌好呢？结果咱台语的零，无半仙。伊讲吼，啊恁着家己找出版社，家己去编就好啊。啊，咱关注伊嘛是前几年，伊当时。这个有编差不多8000万啊9000万，有编请政台编一套啊、哦，这个原住民的语言，结果咱台语拢无啊，所以这就是资源分配无公平的所在啊。啊，这个联合国呢，教科文组织伫2001年有公布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过来这个国际笔会甲200多个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呢。在1996年嘛，公布一个世界语言权的宣言。啊，这两个拢是国际上足重要的宣言。伊这宣言的精神，伊在呼吁的，就是讲，咱世界各国政府应该爱去注意到这弱势伊的语言、伊的文化要消失去啊。世界各国政府有义务去办保护，去让伊发展，爱让伊有教育权，让伊有媒体的使用权。这是联合国、世界这么多笔会和 NGO 组织一再在呼吁的，结果咱台湾的中华民国对这都没在注重啊，甚至人联合国在2000年嘛公布每年这个2月这个21日呢是世界母语日啊，在呼吁人要重视母语的重要，结果呢，那中华民国政府没在说不好听，没要休难伊，和黄春明。自称是文学大师的人，对这也无了解，甚至个扭曲，咱台湾人要用母语教育的教育权、媒体权，竟然搁伫遐共骗想，实在是真害呢。啊，这个人讲要做文学大师哦，真了然呐，还拢送甲封的，拢嘛联合报你甲封的，啊、哦，联合报遐拢甲你抱啊，啊、哦，那较歪呢，就讲哦，你咧大师。哦，啊，若甲因意见无同个，讲你这就是种，拢是安怎安怎吼，因、哦、就是安尼。好，过来，接下来咱来看讲，啊，咱亚洲，咱的厝边过壁，韩国也好，日迄个越南也好，因的情形是安怎吼、哦？咱来做一个小解释吼。首、哦、先，咱先来看一下这个韩国啦吼，像这是韩文，我想。即卖媒体、电视顶下常常拢韩出啊，韩国个即个电视出啊，足侪有机会啊，拢会当看到韩文哈。啊，这是韩国话、韩国文字个现况哈。啊，即、这个韩国呢，因即卖足少用汉字啊啦，差不多拢用汉语啊，因叫韩文、韩语哈。啊，即、这个韩文呢，因现出时呢，汉字非常少，像即敢若专有名词。哦，还是讲这个人名、地名，较用汉字，剩下头拢用韩文啊。啊，这个韩文是安怎来的？其实呢，因韩文过去嘛是互看袂起的呢。这韩国的这个韩文出头哦，嘛是从1945年以后的代志，从这60-70年以来的代志。虽然讲伊伫15世纪就出现啦，哦，啊，伊是安怎出现？咱就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一下哦。就是这个李世宗，哦，咱再看下相片，这哈韩国的这个李朝的世宗大王哈，伊、哦、当时就感觉讲吼，咱韩国人平时写，平时就讲韩国话咧，但是写的时阵都拢在用啥？用这文言文啦，啊、哦，过去韩国伊拢用文，古早时拢用文言文书写哈，伊、哦、感觉用这文言文书写的。无迄个开口，无韩国人的开口咧，啊、哦，迄等于是完全无同款的文字，无同款的语言文字的对，所以就要求韩国的学者去制定一套文字，讲这套文字爱当来表达咱韩国人的这个韩国话的对啊，
所以就要求学者制定。啊，当然尾啊，即学者就制定出来哈。啊，尾啊，伊就公布即个训民正音，所以训民正音就是迄当时公布，等于是个公文呐。啊，命令讲为即摆开始，拢要来使用啊。啊，即个训民正音的内容是啥？好，伊只就写着啊，伊讲吼，国之语音以乎中国，以文字不相流通。故移民有所欲言，伊将不得心机情者多也。啊、哦，这大家意思大家拢知啦哈。伊、哦、爱、啊、这个训民正音有两个版本哦，咱拄则看迄是文言文的版本，伊佫有另外一个是汉字甲这个言文南州话版本哈。啊，伊、啊、其实伊也袂公布这个言，这个训民正音进程的，就安怎，就有保守派的人反对啊。当伊要推翻，你看、哦。李世宗算是韩国的一国之尊呢，算是个国王呢。伊要推翻这个韩文，要推翻韩国语文的时阵吼，嘛拄到遐下骹的保守派的人起来反对。其中上有名是这个崔万里的啊、哦。崔万里这个人呢，伊一四四四年的时阵呢，伊就上诉反对，伊安怎反对？啊、哦，伊就写吼。伊用伊原文是用文言文的吼，咱就照原来的原文甲拍字拍出来，各位看吼。伊讲呢，你看，伊讲五条自祖宗以来，自成时代一尊化者，哦，意思讲吼，哎，一个中国啦，文化中国啦，吼、哦，咱中国都用汉字文言文，咱来对你用，哎，一尊化者啦，哎，遵照中华帝国啊，伊使用的啦。你看，伊迄当时嘛，迄种大中国的思想呢，啊，迄啥，用既得利益者，因为遮个人拢是捌汉字的人嘛，啊，啊，你要做官，你都要先经过汉文的考试咧，啊，你即摆若无要重视汉文的时，伊既得利益就无伊啊咧，啊，所以伊就上诉来反对啊，啊，当然即、這个，伊虽然反对，但是李世宗也是真坚定，伊也是坚持要推翻，啊，伊要推翻。几十栋的吼，但是呢，伊过身去了呢，哇，无去啊！过身去了，因为因宫廷内部斗争啊，有两派咧斗争，要夺权就对啊。啊，其中有一派呢，燕山君呢，尾也是摕到政权吼。啊，摕到政权了，就甲废除这个言文。为啥要废除？因为想着讲哦，当初是因咧政权的时阵呢。啊，都拢有写乌函的，迄当时真是乌函，拢伫遐攻击对方呢。啊，这乌函拢用啥来写？拢用言文书写。啊，为啥乌函会用言文书写？用言文较简单。啊，你汉字要慢吼，较恶啦，较慢啦。汉字要读的慢吼，喙手就拍死家己。哦，啊，言文较简单，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会晓。所以迄当时真侪人就开始用言文，啊，伫遐写乌函，伫批评来批评去咧。啊，尾燕山君起来了，就下令禁止。为啥伊要禁止？因为伊要用愚民政策啊，要用愚民的政策。伊讲，反正你老百姓看无言文，啊，你唔捌字无要紧啊，你做青面无要紧，你只要能够交税金就好啊。好，你捌字要读册要创啥？愚民政策我靠管理啊。所以想法是安尼，所以就下令禁止。所以从此以后，言文就方塞入即个冷宫，春花香啦、查某人啊，私底下偷偷的流传尔。你正常的场面，你拢看袂到言文啊！啊，一直到甲二十世纪以后呢，日本统治韩国的时候，韩国的民族意识起来，啊，因想要推翻这个日本吼，按怎嘛想到讲啊，啊，咱若要这个进行这个国民教育，要宣传民主的思想，啊，要用啥物语文，啊，要用啥物文字，用言文上好啊。所以因即尾也才反省，尾也才去甲言文捡倒来。啊！1945，因独立了呢，伊才宣布言文做正式的文字，哦，伊才有出头天的一天。所以你啊看哦，这嘛真讽刺啊！韩国过去四百当前，有差不多四百当的时间，拢是看清家己的言文的。伊拢讲吼啊，有水准的，来看文言文，哎，看言文拢无水准的。结果1945以后，情形改变了。即卖你若有韩国朋友吼，你甲问，你若问讲吼，啊，恁韩国人伫文化上，你感觉上骄傲的一件代志是啥？十个内底有九个甲你讲，
世宗大王发明言文，是因感觉上骄傲的代志。韩国因搁一个言文节呢，言文节呢，咧纪念世宗大王的呢。甚至呢，因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搁开钱哦，设一个世宗大王的文字读写奖。爱要啥？伊要甲因的言文啊，塞进国外去。啊，你若有一挂部落呢，无文字的来。伊免费甲你设计用言文去设计一套文字互你，伊是要甲伊个言文塞上国外，互较侪人去使用。你看人有即个气魄咧，人有即个价值，人有即个远见，人想要安尼做，有即个信心，对家己的文化有自信。啊，咱台湾人有啊无？你啊看，1945年以后，就大家就接受北京话啊咧，甚至即摆足侪少年辈嘛拢认同华语做家己的母语啊咧，就感觉讲啊，咱都用华语用遐久啊咧，啊，咱阁继续用套要紧啊。当然，你若是个人的赞助，你要继续用，迄是个人的代志。但是你若就整个国家来讲，安尼足奇怪。即敢若袂输讲吼，啊，一个足水的查囡仔伫路顶行咧，啊，拄到一个土匪呢，拄到一个中国来的土匪咧，啊，用刀共压共强咧，啊，强强的讲吼。啊！你得我强伊啊，搁我加强几届啊，无你规日我做小三好啊啦，含娶嘛无要甲伊娶，讲你叫做我的细姨啦，安尼你敢忍受会着？安尼足恶真呢，竟然讲啊你互我强个啊吼，无你搁我继续强，啊即摆当然就是安尼啊，对家己的语言、对家己的文化无自信啦，啊人韩国个人有自信个，所以你也看人即摆伫世界各国，人拢家己韩文、家己韩剧吼，拢塞上国外。人有气魄咧，啊！咱台湾咧，拢一直做华语的奴才，包括咱的中华民国政府嘛是同款咧。讲包括以前民进党刘锡坤在内，搁伫遐讲吼，要让台湾成做世界华语文的中心啦，要学华语的拢来台湾，做海咧。这种其实拢也是迄种文化中国的康苏梦想咧，真系。你甲想看卖啦？人中国十几亿的人口啦，人华语敢会用你台湾做标准？袂啦，我举简单的例就好啦。即几年台湾人拢想讲，哦，即全世界拢华语热呢，吼，啊咱后盖拢有机会出国去教华语咧，几个人有机会啊？无影啦，你伫外国人拢要找啥物款？拢要找北京来的啦。人感觉你台湾迄台湾国语啊，啥物人要买啊？人感觉你台湾就无标准啊？真正有机会恁去外国看卖嘞，人拢是要啥物款嘞？过来，咱台湾的华语界，伊家己嘛知影，包括上有名的师大华语中心，佮因的华语文的研究所，因的培训华语师资，实习的时拢去对实习，恁知无？拢去中国北京实习。你看会含嘛袂含？甚至台湾华策会家己办的华语的鉴定啊。伊安怎偏向台湾呢？伊讲哦，像这打拼呐、啊，这种台湾式的国语都不能列入啦，拢袂当列入伊的华语的测验题库内底啦。伊讲得爱用中国人有咧讲的，迄才会当做标准啦。你也看，咱咧提钱去做人的奴才，家己阁唔知，阁做甲欢喜干呢？咱哪个翻头？自这的钱来建设咱的台语，建设咱的客语，建设咱原住民语言。咱是有机会改车拼的，因为有的人讲，中国冇客话，中国冇福建话啊。但是你呐知哦，因为中国是使用普通话，福建话以福建话为例啦吼。我十当前去人家做调查的时阵，特别去厦门，我甲观察，因的这个唱片行内底90%拢啥，拢叶启田啦、陈小云啦、江蕙的歌啦，因家己的流行歌根本是等于无啦。迄表示啥？伫台语即个文化的产业内底，咱是啥？咱是主导呢？咱是文化的生产者，因是啥？因是消费者。咱若生产啥物录音带，生产啥物录影带，譬如讲像诸葛亮的，遐嘛足济呢。因是消费者，伊遐用钱来甲咱买呢。你若用北京话哦，你甲想用大灾空想嘛知，你2000万的人，要哪甲人个十几亿的人咧拼啦？迄市场一定以伊做中心嘛，对无？但是你若用台语，咱会当甲伊拼的袂？会啦。用台语的时阵，你包括你看，我定做越南经济，我定去越南吼。越南的 KTV 内底嘛有台语歌呢，因为台商足济啊。
所以你要唱台语歌伫东南亚嘛拢无问题呢。啊，迄表示啥？咱若用台湾的本土语，咱会当抢到迄个主导权啦、主导权啦。但是中国伊无啦，但是注意哦，中国因即摆嘛注意到即个现象啊，所以因即几冬哦，因中国国务院吼嘛通过啥呢？讲要用即个闽南文化的保护区哦，敢若哦，一开始呢为厦门遐开始要试教闽南语，因叫做闽南语啦哦，伊嘛开始要来教，啊，但是伊教要哪教？啊，教材里底，因拢袂晓，因拢来台湾去学人，来台湾叫人去甲培训，讲啊，啊，这台语要哪教？当然因遐叫闽南语，但是咱拢叫台语啦吼。用、哦、啊要哪教？啊教材要哪编？伊拢得爱来甲咱拜师咧，啊、哦，迄表示啥？咱用台语用客语，咱才能取得主导权啦。啊，你若要用华语甲人结哦，袂赢啦。就亲像讲，各位，你若要学英语，你要去美国学，还是你要菲律宾学？英语嘛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呢，印度嘛用英语呢，有人要印度学英语的无啊？有人要英去菲律宾学英语的无啊？你若想要学，拢嘛是去美国，啊无就去英国对无？同款的那个道理嘛，外国人伊要学华语，啥物人要来台湾？足少的啦，大多数拢是啊，除非你台湾给伊奖学金啦。啊、哦，爱勉强才考虑啦。啊，你奖学金啊，可以成就吼，人就去中国啦。啊，这拢有数字的统计呢。啊、哦，即卖去中国的这个学华语的，还是讲学学位的吼，伊、哦、的人口数是超台湾的十倍啦。这有统计，几当前的啊，这几当可能这个比例个会愈来愈悬啊。所以人啊，想人嘛是直接要去中国啊，未来台湾啦啊。哦好，啊，这是有关韩国的部分。再来，啊，咱再来哈，咱来看这个越南的部分哈。越南呢，这是这个胡志明啊，伊伫《乐中日记》所写的这个诗哈。啊，这伊有啥物方关呢？伊有国民，有中国国民党掠关啦啊。因为当时法国统治越南的时阵呢，啊，伊要顺胡志明要啊去中国啊，找找国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咱越南来独立的对啊。啊，去甲中国呢，啊，蒋介石因的人认为讲伊是可能是中国共产党要白啊，所以甲抓起来关关伫广西关头一冬啊，啊，伫关伫监狱内底所写的诗哈。啊，用这首主要是要各位知道讲，过去越南伊嘛是用汉字。但是伊咧读这呢，伊是用越南话读，伊毋是用台语，嘛毋是用北京话哈，伊是用越南话来读哦。啊，即个甲咱过去同款汉文啊，迄、哦那个时代是同差不多同款的哈、哦。啊，即、這个越南呢，尾啊，因着改做即个规个拢用罗马字啊哈、哦。因咱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可能小跳一下哈、哦。简单讲哈、哦，越南和中国直接统治一千冬啊，啊后来间接统治嘛，佫差一千冬。啊，所以差不多受中国两千冬的影响，所以伊中国化认真讲是比台湾搁较严重过去啊。但是尾啊呢，啊，因开始有降哦，啊，所以尾啊，特别是伫法国统治的时阵，因为脱胎换骨，因为当大人啊，所以尾啊，你看到较近代是民族意识就足强的哦。啊，这个时间有限哈。啊，因目前呢，因即个越南呢是完全都拢改做用罗马字啊，吼。啊，过去呢，因用当然因为真古长的历史是用汉字啦，哈。啊，越南人因即卖是安怎看待汉字呢？因认为汉字吼是外国文字啊。虽然越南人用两千冬哦，但是你若讲汉字是中国字还是越南字，100%甲你讲是中国字，绝对袂讲迄是越南字。啊，越南字是啥？越南字伊较会认为迄是。越南字，什么是越南字呢？啊，一种字南，字南就是南方的文字，类似咱台语的歌词啦。啊，爱用汉字来导哈，啊来写越南话的对，这种字叫做越南字。所以越南人伊家这认为这才是越南字，啊汉字是中国字，伊甲咱台湾较无共，咱台湾拢会讲啊汉字的，就咱的文字的，啊咱是啥？哈、啊，所以这都无共的这个诶认同哈。啊，过来。啊，像这是咱台语的歌词吼。啊，过来呢，这个
时间有限哈。伫法国统治的时阵呢，越南人嘛啊开始学法文啦，啊，爱学即个法语哈。啊，迄当时的即、這个当然一寡文人，尤其是较少年辈啊，受法文的教育起来呢，伊法文都拢会晓啊。啊，即、這个越南迄当时二十世纪初期的越南人，甲台湾迄当时的诶，的确是较大的差别，就是即、這个。语言文字的认知顶头无啥共，伊即个咱举一个实际例啦吼，即、這个伊即个越南真有名的文学家叫范强吼，范强吼，伊伫1931年来诶《南方杂志》，伊是《南方杂志》的主编啦吼，啊范强伊是算是少年辈吼，就是法国人统治越南了，伊较大汉，啊受法文的教育，所以法文非常好，啊越南话当然嘛。真好啦，啊汉文伊嘛有，伊嘛看有，字典伊嘛看有，吼，因为会用几啊种语文。但是呢，因对着法文，迄当时法国嘛要求因爱用法文，吼，法文是嘛是官方语文，吼。但是伊个看法是安怎？伊伫报纸杂志伊嘛是主张讲，吼，伊讲政治呢，国学呢，袂使脱离国文啦。若无国学，若无国文，就无法度成立国学。咱越南国呢，过去无应该用汉字来建立国学。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来建立国学。啊，咱越南国若要建立国学呢，得用越南话较会使。啊、哦，人是安尼啦。哦，啊，甲咱台湾的作家甲黄春明遐无共啦。台湾国作家拢是敢若速读的，读一个书了就感觉哦，这读足好个咧。啊、哦，啊，所以人即、这个越南因知识分子伊会甲市民者的语言当作是暂时的工具，伊认为讲。啊，因为你外来统治者，伊统治我国不二疆嘛，我暂时用，但是长期落尾，咱嘛是要恢复自由身，啊、哦，就亲像讲咱过去，啊，像咱拄仔讲的迄、那個，哎、欸，你一个查囡仔伫路里向强去，哦，还是无法度啊，伫无法度情形之下，但是你若会当自由的时候，当然咱嘛爱希望爱自由啊，啥物啊，搁希望搁互糟蹋，哦。啊、所以这是足大个无同个角度，但是咱台湾作家吼，这个反省力较无啊。你像黄春明，明明都讲台语个人呢，结果伊咧骗笑家己个母语，叫人台放弃母语，然后去学中文来创作。所以就这一点，我咱只个抗议啊。无你若讲中国人，伊若正港个中国人，譬如讲曹长青，啊、哦，也是讲这个林宝华，因只啊，因、哦、本地就是中国人，华语嘛是伊个母语，咱嘛尊重伊啊。哦，啊，伊对台湾嘛真支持咧，啊，啊，所以呢，台湾的作家就欠款即种的即个反省性啊。最后呢，时间有限，吼，我简单来讲即、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呢，蒋介石占领台湾甲越南北平的即个历史的啊补充一下吼、啊。啊，这段历史呢，过去我嘛唔知呀，啊是几当前呢，我去拜访越南的一个作家。啊，即黄进老先生呢，伊本身嘛是有，迄当时有参与着一段历史，迄当时伊是做邮局队的吼，爱毛写一本册叫做《夏内国对我的河内》，内底嘛描写着即个情景吼，尾、啊、仔再去找较侪资料，才发现哦，原来是安尼吼。也、啊、就是讲，1945年呢，咱过去读历史教科书拢甲咱讲，啊，1945年台湾就军国开罗宣言，回归中国祖国啊，啊，事实敢是安尼？啊，这开了双眼，敢有道理？其实呢，台湾啊，蒋介石也当来是军棍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来到台湾以及越南北平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但是咱过去历史后壁段拢无讲，迄越南迄部拢唔敢讲。啊，为啥唔敢讲？因迄闹鬼台，伊唔敢讲。所以咱得家己闹鬼台讲出来哦。咱来看下，就讲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投降进前呢，咱拄仔看胡志明，其实伊就知影，伊就已经听到风声讲日本伫要投降啊，所以就积极准备起义。所以当日本天皇真正宣布投降的时阵啊，你也看伊伫越南所有的大城市、大小庄头拢发动起义。咱即下看一点一点，这就是迄当时起义成功的城市吼，差不多规个越南拢成功吼。哎，短短两礼拜就起义成功。所以他就随宣布越南组成临时政府，越南临时政府随组成，而且过当月9月初二，1945年9月初二，他随宣布越南民主国成立。为啥伊要赶紧？伊就是知影
蒋介石军队要失败啊，伊要紧成立一个政府，通好有一个对应的单位，吼、哦，啊无到时你越南无政府的状态，随后规个拢互蒋介石食去咧，所以呢，伊就赶紧成立者。啊，当然，迄当时蒋介石真正尾后来派即个罗汉吼，为云南，云南遐带二十万的军队进入去即个越南吼、哦。啊，即、這个咱即来看，像这是迄当时的蒋介石的军队呢，去越南。啊、哦，伊的军队伫海防越南海防遐阅兵台、阅兵台顶头，啊，这是伊的军队要翕伊个荷兰首都的相片哦。啊，这是伊的军队伫海防集结的情形哦。啊，这南部是由英国的军队咧负责接收哦。啊，这是迄当时越南的游击队呢，因所做的这个通报器，咧通报讲哦，啊，蒋介石军队已经到倒去啊。啊，当然这个时阵。蒋介石派二十万，迄二十万算足大个军队，你啊看来台湾嘛才偌济，才正万人尔呢。伊去越南是二十万的大军呢，所以其实伫过去吼，伫蒋介石心目中，越南是比台湾较重要。伫军事上啦，要对抗日本是较重要，所以伊派二十万军队去甲越南啊、哦。啊，即、這个胡志明迄当时伊就咧想办法啦，讲啊，即要安怎？惨啊！你二十万的军队啦，迄当时越南游击队无遐济人呢。啊！就死啊！你二十万的军队来，你越南就免伊啊咧，哦。所以尾啊，胡志明想出一步，伊就去找法国人，因为伊知影法国人足想要去回来统治越南，所以就设计，伊就甲法国人私底下谈条件，讲哦，你法国来当帮助我甲蒋介石军队赶走，我愿意欢迎你法国继续回来统治我越南，我加入法国联邦。啊！法国人听，哎，安尼袂歹哦。哦、所以呢，尾啊，这个法国就去找蒋介石谈条件，伊就讲哦，你蒋介石来当离开越南，甲越南让予我，我就放弃过去遐不平等的条约。咱知影，自从鸦片战争了，中国拢甲外国签作一不平等的条约嘛，所以法国讲我遐拢放弃掉，哦，但是你也甲越南让予我。啊，蒋介石想想，嘛袂歹咧，迄当时蒋介石都要拍内战嘛，要对付中国共产党咧，伊嘛需要军队咧。哎嘛，讲哎，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好呢，所以嘛同意。所以尾啊呢，1946年，哦，蒋介石军队偷偷撤退，啊，由这个法国的军队起来代替蒋介石的军队，所以就用这种的方式，哦，先用主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再把蒋介石的军队赶走。哎、啊，当时胡志明甲法国私底下签一个叫六三协定，这是当时的相片，1946年。3月7日所签的六三协定的一个相片吼、哦，啊，我拄只爱补充讲，就是讲蒋介石一起来时，为什么胡志明遐讨厌？因为呢，蒋介石伊的军队起来吼，一方面是蒋介石要求胡志明讲吼，我这军队20万的，这也穿的用的，拢爱你买单的对啊，你越南爱付。啊，但迄当时呢，越南拄战争结束，南北铁路中断。啊，北部农作物收成也歹，啊，南部的米呢运袂起来北部，所以北部无米通食啦。但是你讲应付你20万的军队呢，伊所以只好去收割人民的，而且米粮就对啊。啊，人就你无通无够食咧，啊，你共收割，变成安怎枵死啊？听讲迄当时将近200万人枵死，短短一冬内底，他200万人枵死啊。所以当然伊就足生气的啊。过来，蒋介石要求讲吼，啊，你成立越南政府，安尼。你爱国会啦，中央政府啊，你的社畜爱让差一半出来，爱予亲中的人去做。所以迄当时因的副主席黄海神、阮海成就是啥？伊是越南人，但是伊是啥？伊参加中国国民党，啊嘛是黄埔军校的，等于是亲中的人啦，蒋介石的人了对啊。因就是爱要等于要介入越南的内政嘛。所以胡志明看毋是说讲哇，啊你甲介入越南内政，啊要食啊要掠，我了。过去去做你的，我变你的一姓，哦，然后你就安怎变越南姓尔，所以就足惊，所以伊就透过法国的力量，把蒋介石赶走。啊，过来，伊安怎？伫文化上废除汉字，所以伊伫1945年9月7日宣布越南独立的第六天了，随宣布越南要推行越南罗马字，啊、哦，伊要文化上甲中国做一个区隔，伊认为讲。啊，我若继续用汉字，啊，你蒋介石军队来，随时你拢看有啊。我的家把迄、那个
街仔路，我的门牌号码，我的这些人名、地名，你拢看有咧。啊，你要甲我通知，足好通知的啊。所以伊全部拢废除。所以这为什么罗马字伫越南是十七世纪就有啊？十七世纪就开始用，为啥一直到1945年才会规个变盘？嘛是迄个国际的政治的局势是安尼。啊，所以伫这个情境之下，胡志明才规个选择废除汉字吼。啊，我讲的这个历史呢，伫越南的这个高中、高三的历史教科书拢有写着，唔是我学袂全哦。这历史教科书第12册内底拢讲着吼。啊，这都有写着啊。啊，啊，过来，咱看这相片，就迄当时胡志明宣布要推行罗马字，伊就全国开始推行。你啊看，像这伫学校，伊嘛咧教，甚至呢，因的游击队呢，伫山内兜，游击队穿囥喺边啊，嘛是照常咧学越南罗马字。人是有安尼决心，即个咱家己越南的母语救转来。啊，咱台湾人有啊无？唔知，爱问各位啊。最后呢，因时间的关系哈。咱看这个越南独立报，这是越南独立报的其中一个网家哈。这个网家是讲啥呢？大哥的是日本啊哈。伊描写讲，日本帝国主义啊，当咧侵略亚洲的弱势的国家啦啊。其中呢，剃光头这是啥？这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啊，这越南人，啊，这缅甸哈，从欺负上惨的打的是土开呢，拍的土开，这是台湾人、朝鲜人、个满洲人。啊、哦，所以你也看到1945年越南独立报，越南人的眼中，台湾跟中国的两个无同的民族啊，跟咱台湾人戆戆啊，搁底下欢迎祖国来，吼、哦，啊，咱越南人就认迄个无同的民族啊，结果咱搁底下讲，迄是祖国要回来，啊、哦，这就是咱台湾人欠缺正确的中国经验。啊，越南因为胡志明伊对中国足了解，对中国国民党搁中国共产党拢了解啊，所以伊当有防啊，所以伊爱先甲蒋介石赶走伊。好家在有啊，看怎？那无吼，我讲越南吼，伊即摆我也变中华民国的一省，叫越南省，真正诶。啊，好，以上呢，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无我就先讲到遮。啊，啊，各位若趣味，我这册拢有啦，我最新的一本册叫《语言》语言甲即、這个民族母语甲音素文字吼，内底拢有讲到遮个物件。哦，若有趣味，则上网络去查一下就有啊。好，安尼我时间的关系哈，无我就先讲到遮。啊，啊，若啥物问题，咱等下开讲时再过来迄落开讲安尼哈。好，多谢大家。今日，立正，今日，好，休困。